奇，敢不敢挑战尝一下国外的爆辣零食？不能浪费，全部吃完。我屁股要是能说话啊，直接这把高端局整呗，主打一个抽粉，这有啥不敢的？哎呀呀呀，这看着包装就好了，你能行吗？我就喜欢吃带点小味的东西。第一个鬼椒薯片，我看看这辣度，看不懂，可能不适用于孩童。我成年了，我能吃。这不有薯片味吗？连味蕾大都没有。这有点挑战，这有难度吗？哎，不对，咋了？有后劲儿！这个刷一下就上来，哎我去！不能浪费啊，得全吃完啊！啊！啊！这么辣吗？鬼叫专治每一个嘴硬的人，嘴浪费啊！第二个，死神的脚趾头。谁想在别人说人脚趾头？哇，我已经闻到辣味了，我。它是糖。闻到了啊！甜呢？居然面不改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咋了？我操，你看到了吗？哈哈，哦，哈哈，这个等会儿再吃啊，这个一时半会儿舔不完这个。哈哈。这么辣的吗？这个不辣，但是不行了，你不会第二个就不行了吧？不是，我忘了这长了口腔溃疡，顶不住了，好疼。第三个好像是个什么薯圈，闻着还行，浅尝一下。哦，用走。辣吗？一点不辣，没味儿。谁家的狗粮啊？下一个，第四个鬼椒面，这和刚才那薯片是一家的。这个东西肯定又是后劲儿，只要我吃得快，可就辣不到我。听懂掌声。来，粉丝先吃。粉丝不想吃这个。那吃的是真快呀、啊！哇，太棒了！哇，实测了。喝水根本停不下来。牛奶。张安琪漏奶了。这里辣能喝，这辣怎么整？用湿巾从这嘴巴温度。这没吃完啊，继续啊。不嘴硬了，不就爱吃点带有味道的小零食吗？只要面子，活受罪。就爱吃。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。真好吃。好吃死了。祝他的病一路平安。